请听啊。中国人醒醒吧，西方有个老头叫耶稣，他从未给中国人民带来好处，反倒他的子民曾经走成八国联军，不远万里侵入中华，杀我同胞，烧我圆明园，夺我资源，可悲可叹。现在只有耶稣的子孙才跟到他过生日，同胞们，你们认为圣诞是你们的祖先跟他过生日，那么为什么还不滚到外国去了？东方有一位老人，他带你劳苦大众、大土豪分田地，赶走了外国强盗，又经历了25000里长征，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，让中国人民获得了解放，挺直了腰杆，当家做了主人，让中国人赢得了尊严。但是如今又有多少人知道他是谁呢？他就是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。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的生日，我们支持中国人，我们要过中国人的伟人节。